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咖啡杯，它呢一共是有四个颜色，分别是黑色、红色、粉色，还有白色，这四款颜色都非常好看。它呢是有熊本熊的图案，这是一个联名款的咖啡杯，非常的不错。然后它是一个有手提绳的设计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边的话，就是打开就可以直接喝了。如果加的是烫水的话，要注意，因为它是有保温的一个效果的，直接喝了。如果加的是烫水的话，要注意，因为它是有保温的一个效果的。然后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呢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内胆，然后这边就是防溢出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是非常的好看的，强烈推荐给大家哦。